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苏苏，欢迎收看 Mixune 大世界。变形金刚三中的反派角色御天体让不少人都印象深刻，而它的原型车呢，就是专门给飞机灭火的消防车了。这么一个巨无霸，售价千万，虽然是机场的守护神，但是没有人希望它有紧急出动的一天。该消防车就是卢森堡公司的美洲豹消防车了，庞大又独树一帜的外形呢，让人不由自主地对其心生畏惧感。极大的接近角和离去角赋予它相当出色的越野能力。宽大的驾驶室虽然可以容纳下八个人，但是由于灭火操作是全自动化的系统，因此在出警时，车上通常只有一名驾驶员以及一名专职的消防员了，司机负责驾驶车以及操作车头和车顶的喷射炮，而专职的消防员呢，则在车外围负责车辆供水、强行等作业。电子化的灭火操作只需要在驾驶室内就可以完成了，摇动手柄就能将装载的水、泡沫以及灭火干粉喷射到70米以上，操作简单到给人一种打电动的感觉。大流量的泵浦系统5分钟内就可以将12吨的水挥霍一空了。不过出水的那一刻真的是足够惊艳了。大型的曲面挡风玻璃还可以为驾驶者提供死角极少的视线，全液晶显示屏以及全自动变速箱让操作是更加简单了。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去适应车身的超大尺寸。视频元素来自 Rosenbauer Group， 由 Maxone 创意公园翻译及制作。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，请关注 Maxone 创意公园。